30秒。自动面条是热压包装机，这个是一个机器装十二个模具的，哦，不是18个模具，然后需要6个人操作，放产品上去就可以了。自动上纸卡，人工放产品，然后产品。成品，做好后，机械手自动取出。总共是2个机械手，一个机械手是自动上纸卡的，另外一个机械手是自动下料的，就下成品的。自动链条传输产品。地方太小，要拍完整的还不容易。没地，我感觉没地方。这个是一个循环的话要多久啊？看到没有？这个走一次也要10秒钟哦，是不是啊？小强，差不多。10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个。